浪淘金沙，神鸟显真身。古蜀人崇拜的赫赫今日，延续千年，日光倾城，洒向荣城千里沃野。荣获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，荟萃天府文化元素，巧夺航天技术天工，对光明绵延不断的追逐，在2021年的成都化为了梦想与青春燃烧的熊熊火光。火与光是熔火的燃烧力和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31所负责本届大运会火炬研制工作，项目团队以航天特种发动机技术为基础，设计出了火炬及其配套产品的燃烧技术方案，以确保火炬燃烧的高可靠性和高清洁性，风吹雨打，这株熔火生生不息。大学生那个火炬的设计哈，它本身特别是已经界定了是大学生，它就是青春活力，对文明的火种的一个传递。大学生的火炬设计，它本身具有一种规定性，斑斓的、时尚的幻彩哈，应用在火炬的表面，加上我们有一种流动的水滴，山水般的流动，让整体上它是一种绵延的状态，让整体关照它是一个极简的外形。火炬设计哈，我们一定要体现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天府文化的底蕴，所以我们在色彩、造型、既符合火炬本身的功能要求，同时把地域文化建立。所以说，那个金沙的太阳神庙，我们全面的植入了火炬口。但最后经过多番的讨论，我们把熊猫的一些元素、竹子元素都加进了火炬的概念之中。因为太阳神庙它虽然是3000年前的古蜀文明的一件珍贵的一件文物，但是它的那种图案、它的内涵，实际上反映的和今天我们的体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，或者是相融的。比如说，那高高飞扬的那四只神鸟，它反映了体育精神的更高、更快、更好那么一种精神。